来呢，请欣赏由中国内地女子组合 Hello Girls 你好少女带来的精彩表演《猫和老鼠》。我们是 Hello Girls 你好少女，今天非常开心来到粉丝嘉年华的现场。今天呢，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首我们组合的最新单曲《猫捉老鼠》。今天呢，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舞台上表演这首歌，所以如果一会儿在我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呢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大家多多给我们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假装骄傲，心里小鹿乱跳，假装逃跑，却想对你拥抱，暧昧时时在发酵，能不能够被你猜到，怎么就要陷入爱的圈套，忽略忽近彼此撩拨心跳，打个招呼好不好？那我们再一次的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
好，我们是 Hello Girls 你好少女。今天是第一次参加这个新浪微博的粉丝嘉年华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是的。有什么心情想要跟在线的网友还有粉丝朋友们来分享一下？嗯，首先今天来到粉丝嘉年华，特别特别的开心。是。对，然后可能现场有很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了解，然后希望大家以后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然后记得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。好呀，我们一个个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来，第一位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Hello Girls 成员张新杰，谢谢大家，欢迎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Hello Girls 队长江燕希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欢迎队长。大家好，我是 Hello Girls 成员宁轩，谢谢大家，欢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llo Girls 成员兔子，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，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我们的新浪举办的活动当中，可以多多看到几位的身影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大哥哥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我们把他们请下去啊，因为跟几位这个腿到我这个胳肢窝的美女站在一起，压力太大了啊！掌声欢送你们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谢谢谢谢，哇，腿真的一个比一个长啊。